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转化率低于同行，营业额、曝光、流量无法上涨，产品利润低，没有引流渠道，销量仍不稳定，操作时间短，经验远远不足，这些问题你是否时常遇到？翘首以盼的2017年中旺季即将到来，流量为王的跨境时代，有流量才会有单量的产生。面对诸多困境，中小卖家又该如何突破重重困境，成功逆袭白富美呢？别急，曾担任泽宝网络、爱淘晨网络等公司旗下 Amazon 平台品类、品牌运营经理，精通 Amazon 平台运营操作，擅长品牌建设及打造的 VC 商学院亚马逊课程导师 Cici， 该是时候大显身手，给你支招了。支招一：流量专题系列一，深刻剖析 Listing 要素二，打造 Listing 三，玩转影响流量的两个站内方法四，解析销售分析报表，制定流量解决方案五，各个击破 CPC 的痛点六，解析 Amazon CPC 报表七，站内 Promotion 的应用八，当下折扣网对流量的贡献九，剖析 CPC 正确打法的各项潜在规则十，站外 Facebook YouTube 红人合作绝招二，转化率专题系列主题一， Amazon 运营之 Listing 优化一，理解图片的魅力，打造高穿透强转化的产品图片二，打造 Bullet Point 三，你的 Description 真的够详尽吗？四，关注那些被遗忘的潜在要素主题二，Amazon 产品排名提升策略一，关注新政下 A9 算法的相关决定因素二，在 A9 新变化下如何寻求新的打法及玩转你的 PPC 三，寻觅契合的关键字主题三， Amazon 客户关系的搭建一，如何开展客户关系二，正确维护好客户关系，回顾一下往期课程现场，获取绝招须知。 No.1 报名电话微信刘洋18933320678 Kitty 131-1292-0777 Vicky 130-4633-9666 NO 2，费用单人票1980元，每人团队票5680元，三人公司票8800元，五人 Number 3时间2017年9月15日至16日 Number 4地点深圳北站维也纳酒店 No.5 人数100人。